江律师，这代表我最真诚的道歉。人有失蹄，马有失足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。江律师，这束花代表我最真诚的道歉。那个人有失蹄，马有失足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。怎么怪怪的？你到底是人有失足，马有失蹄，还是人有失蹄，马有失足？江律师，这束花。